心了，妈妈。不要再想这种无聊的事了，赶快去写功课。如果功课没写完，就不准你出去玩，听到没有？妈妈真的好讨厌。妈妈每次只要一看到我的脸，就只会讲功课功课。我每天听到的都要快烦死了，就好像录音机一样。录音机？我好想有啊。